有一个梦想呢，就有朝一日呢，就能到县城里面购买一套房子。可是又在农村，就既又没有钱，怎么也买也买不到。我的梦想没有实现，但是国家都给我实现了。我们崂山乡一共从19年以来，一共经历了7次的搬迁。那么我们第一次搬迁的迁出地就是这个地方，居住在这里的我们的瑶族过的是那种刀耕火种、游猎的这种生活。这周边没有耕地，所以呢，条件非常恶劣，无法生存。乡下相比呢，我们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